本短片为观影后的重雷心得，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请大家斟酌观赏。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与预告分析，可由右上角的连结过去哦。《龙珠前传》重回天地，家族之间的纷争开启这边第三集，亲自飞去占领赫伦堡的戴蒙新上任就亲征了首相雷莉娜，试图去见见阿丽森，避免血龙荒芜悲剧。一起来看看终须一战进入巨龙大乱斗最后倒数啦。事情越来越没有转圜余地，看来已经在所难免了。哈，男生都已经是蓄势待发，准备要点燃战火。再看过了第二集最后，一根拔掉外公的首相职位，阿丽森对于整个情势的发展很闷，不开心，就对了克里斯顿出出气，顺便发泄松一下。之后嘞，该面对的现实还是必须要回来面对，是不是？就在君臣这边，小王子被挂掉，怪雷娜遇刺，两边主战派都开始大张旗鼓，从前好闺蜜的两位，雷莉娜还想要去见见阿丽森，对整个事情会有帮助吗？也是没有错，前面咱们提过的戴龙要前往赫伦堡，在这边的第三集就再一次更凸显出了河间地的重要性。剧情一开始就也是以这两个家族纷争说起，一边是金色盾牌新红色战马十一层的布莱肯家族，另一边鲜红围绕一群乌鸦亚素层的布莱伍德家族，看到两边的人像小屁孩八九那样相互对呛，而背后事实上也是代表了黑绿两边是一支针。Your false queen Rhaenyra is a kinslayer. Your uncle declared for Aegon, did he? Aegon Targaryen is no true king.这一幕角色可能就不用介绍太细了，两边各四个人，因为等等下一幕就会发生悲剧，所以说重点，偏是用地图带大家来看一下河间地这边的情势。前面有跟大家说了，赫伦堡跟奔牛城是河间地的两大城，而这边一开场的布莱肯家族，封闭在十一城，跟相邻在北边一点的亚速城的布莱伍德，他们是世仇，两边都说是河间地古老家族，自古以来新仇旧恨，也是因为大大小小不同事件而打个不停。剧这边呢，就看到 C 布雷肯领骑士在闲聊，过来另一边就来呛虾，指控他们乱移动界石，然后两边小屁孩就开始相互叫嚣对方效忠的王。根据他们对骂内容，可以看到布雷肯支持一个人，而相对的布莱伍德就支持雷莉娜的，也是看到了过来互呛之后发生的悲剧下场。下一幕是机会惨烈，到处尸人遍野，远处风车布雷肯那一个年轻骑士也惨死其中。这一幕情况大致上就呈现了模仿之战的结果，可以说两边没有谁是真正赢家，两败俱伤，几乎也是为后面的血红狂舞敲响了第一记响钟。When the desire to kill and burn takes hold, reason is forgotten.剧情再看到龙之岛这边接续了前面暗杀雷尼拉，但最后却是造成两兄弟都挂掉的惨剧。之后呢，雷尼拉帮伊利克跟亚历克去办战联，同时也看到他们这边分歧的意见，大约会说男生几乎主战，对比了剧情里面雷尼斯是相对理性的一个，雷尼斯还是跟雷尼拉分析战争一旦开始就没有没了，最好还是要想办法阻止这样的恶意螺旋继续升高。雷尼拉第一时间是有不爽，但后面还是在理性思考。而前面剧情铺成雷拉跟戴蒙吵架，戴蒙离开龙之岛之后，这边就看到飞到赫伦堡，也小小介绍一下赫伦堡这一座非常巨大，当初可以说是七大王国中最大堡垒，面积是巨神三倍，是由黑心赫伦所建造的。但古代征服战争却毁于征服者一个人骑着他的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前面权力游戏其实看过，然后也看到了一部分是呈现废墟状态，不过这边现在还是由失状家族的人所拥有。在那镜头再转到了君臣这边，第二集奥托被开除升格当上国王之首之后，来看看克里斯顿第一次御前会议处女秀的表现吧。 Hide in our castle waiting for war to come to us. Good. Or then Alicent is in King's Landing. Her son sits my throat.
先小评一下凯斯顿在御前会议上的表现吧，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御前会议里面，之前都在旁边站着，也算都知道会议进行的程序，但话说直接跳身当国王之首，这绝对是第一次。开会前很紧张，也觉得别人看他眼神怪怪的，然后当首相是要有远见来协助国王做决定，所以没有缜密的思绪来统整意见并给出方向的话，只能说要么就只是附和国王的喜好讲好听的，而不然就是不知所云，最后就归纳出一些烂点子哦。新手首相凯斯顿的表现虽然是顺一起的，不过看到了艾莉森的表情就知道是不太行，跟他老爸比较逊人多，在国家大事这方面，至少目前艾莉森看起来还是比较理性。就事论事，艾莉森就指出了现在军力不够，贸然出兵并非上策，凯斯顿果然也只能拿国王出来压艾莉森，也是看到了男生主要都是想尽办法出兵抢得先机，甚至一个一度会说要其他的龙扬言出征，还好后来有被劝退，并没真的就莽撞跟出去。然而也是显露出来军事层这边的一大问题，长白无力又却运筹帷幄人才，真的是很伤的事情哦。I've decided to send Joffrey to Ward with my cousin, Lady Jane Arryn. Aegon and Viserys will accompany him. I want you to go with them.前面没演这么戏，关于亚历克跑来要暗杀的事，这边证明了果然就是梅莎利亚警觉到并回来通报，所以为了感谢梅莎利亚的救命之恩，雷尼拉后来就答应了让梅莎利亚留下来帮忙。而目前看起来这个也是龙狮岛好很多的地方，雷尼拉有绝对决策权，在决策各方面也相对有远见，例如为了保全几个还很小的小王子安全，雷尼拉就找了雷尼亚帮忙带小王子撤退到其他地方，像是前面跟古力交换条件说要出龙保护古力，所以国外就先送乔弗里到古力的海鸥镇，而年纪更小的一个韦塞里斯后来则被送到潘托斯。后面一点也看到了海狼雷尼亚携带四颗龙蛋前往古力，可以说雷尼拉已经是想到了跟后面为预防最糟糕的状况发生再做一些保全跟打算。也说一下威龙骑士角色，还有这位真的不是路人甲那么简单，剧情都有刻意在铺陈。前面第二集军城街头看人被吊死的这一位呢，他原来是他汤姆·班内特饰演的白发乌尔夫。第三集这边再次出现在酒吧，也是很臭屁，吹嘘爷爷是仲裁者杰里斯，他是贝隆尔的儿子，就不知道是真是假，推算起来他还是雷因达的叔叔。I'm claiming Harrenhal. Apparently so.戴蒙想都没想到竟然轻而易举就拿下赫伦堡，剧情里面看到阴雨天夜晚戴蒙骑着克拉克修大驾光临的就像是飞去闹鬼般的赫伦堡，原本还以为遇到什么突袭反抗之类的危险，但并没有，反而是非常顺利的，就在戴蒙说要拿下赫伦堡，城主就过来巡视效忠。而这位是西蒙罗素比尔饰演的西蒙斯壮，他其实只是代理城主，实际上的城主是拉里斯。好，相信大家就要去回顾一下第一季的部分，本来赫伦堡是拉里斯他老爸莱昂诺的封地，不过就拉里斯设计害死了他老爸跟哥哥，他哥哥是哈尔温，哈尔温是小杰的亲生老爸。总之简单说，拥有继承权但并没经赫伦堡，所以拉里斯那边也没任何民意基础，其实没有根据，但大家都认为是他害死老爸跟哥哥的。然后不仅是西蒙曾经接受戴蒙的占领，也是通过了一些资讯我们可以知道本牛城跟佛罗图利年纪大无法掌握底下的诸侯，这就是为什么布雷肯跟布莱伍德互打一整个河间地情势这么乱的原因。也尽管如此，戴蒙还是打算以这为根据来集结兵力。前面看过了要雷尼亚带三个小王子撤离龙狮岛，过来也看到他双胞胎姐妹贝里拉的任务，因为贝里拉有龙，雷尼拉让贝里拉留在龙狮岛帮忙，就看到了贝里拉骑着他岳武负责监视军营城的举动。而毕竟与其待在军营城开会打仗还是比较在行，就看到了刚上任国王之首就要出征的凯斯顿。在出发之前，阿里森还另外塞一个人跟着他，他是阿里森的弟弟弗雷迪福克斯饰演的加温，因为老爸手
首相职位被换掉也是难免的，一见面加温就很酸的克里斯顿。然后过来看到他们前往和天地的过程，表现得很公子哥们的加温就说他要去住旅馆。吼吼，没想到这边就遭遇到贝拉奇乐舞的突袭，差一点点就被 BBQ 了，还好有及时躲进树林。也是由此龙子岛这边知道了军营城已经开始行动。在呢，戴蒙在黑龙堡夜晚并不太宁静，很有鬼，先是有人试图闯进他房间，戴蒙开门看没人，然后被是在另一个房间看到小兽雷伊拉，很诡异地在缝合间里是小王子断掉了头的幻象，果然又跳到外面一棵大树下，转头看到这一位赫伦堡大厅有瞄到他也在那。有盖尔兰金所誓言，这边亚历赫文预告了，就说戴蒙他将会挂掉在这边。And even victory may be so bloody as to be counted a loss. Do not let your pride blind you. There's a bit. No mistake. Alicent.哈，但是想要偷渡到军营城找梅莎莉亚就准没错，看到白雷拉还在举棋不定要不要开战的，一方面是雷伊斯给的谏言雷莉拉有听进去，另一方面就还是有单恋的往日好闺蜜的情谊，雷莉拉就是想要再去见阿丽森一面做最后的挽救，就说军营城也太好偷渡进去了吧。也简单说一下，怪雷莉拉扮成修女偷偷潜入圣堂，并趁着阿丽森去点蜡烛祈祷的时候跟她说话，阿丽森也算是老实说出了韦塞里斯临中的遗言，预言中王子天选之人的一个，这些可以回顾第一季，这些是韦塞里斯跟雷拉说过，是关于冰火之歌里面说到征服者一个人的事，没有错。雷拉再一次解开了他心中的疑惑，阿丽森是大大误会一整个韦塞里斯遗言的意思了，只不过生命组成所犯，阿丽森再一次也无能为力。可以说在经过这一次会面之后是更坚定的，雷拉亲自来过也跟阿丽森释放最后善意，甚至发现阿丽森完全误会韦塞里斯的遗言，想必也更坚定的就认定王位应该是他的正当性啦。 Hold to your courage! Hold to your wits! You must send the dragons to war. The horrors I have just loosed.好了，尽管说第三集还在盘整酝酿整个形势，但也已经进入了开战的倒数，放几只龙出来晃晃。必须要说连续三集剧情相当有意思，持续在铺陈一些新角色登场，像是亚历赫文后面有其关键， W 有透露过了可能龙骑士的人选逐渐浮出台面，包括亚当、铁匠修跟这边很臭屁的白发沃尔夫，事实上期待中训练成为新的龙骑士还有更多，还可以再等看看后面剧情会不会有再更多人登场。而这剧情还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咱们前面没提到，就关于伊耿在妓院撞见伊蒙德，伊耿还当众取笑他，急得伊蒙德大家面前就露鸟直接走掉了。所以伊蒙德这边没有多说什么，咱们就在想啦，伊蒙德内心世界后面又会是怎么看待伊耿的呢？大家不觉得伊蒙德就是那一种记仇记得特别久，总有一天等到你然后会加倍报复的那一种人吗？哈，越来越精彩，继续追下去，参考第四集预告放龙出来大闹一场，其中我跟赫尔也现身了，大概就这样，还有什么意见看法欢迎在底下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龙族前传吧。 War is coming and neither of us may win.以上就是我的介绍，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那就先这样咯，拜。